要人现在马上盖章哈，然后我们很短的时间印过去之后呢，马上就不找不到呼应的痕迹嘛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显明就不用担心这个部分这个快干哈，这个也没有分说油性啦、还是有干性的，这个快干就是快干，很快的时间就是会干掉，所以它不会呼应过去哦。现在我们再请那个投票人再示范一次哈，那这样呢，你看盖了之后你。看不到痕迹嘛，所以这个部分就不用担心。你一般的市民他忧虑说，是不是他盖了章之后呢，那呼应过去之后，还有另外一个戳印，那是不是会造成选票的无效票呢？但是这一点部分我特别在这边呼吁一下哈，因为我们投开票所印与所用的印泥的部分就是快干的部分，像我手上拿的这一种快干的部分哦，你盖了之后，在一两秒钟之内，这个印泥就会马上会干掉。所以像刚才我示范过的哈，你盖在这边，然后在另外这边的呼应已经呼应不出来，这个部分呢，请选民哦一定要放心，因为这个选委会已经办了好几十年了，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了。